按摩大概是怀孕的第34周开始做，有学过会按摩，OK， 好，在哪里学？老师的徒弟，我的学生是不是？好，可以自己做，也可以 partner 帮忙做，好，原则上他的按摩就是否阴道按摩嘛，就是要在阴道里面。那做之前，先讲他的目的。在全世界啊，只有台湾哈，几乎都没进口会。其实，在世界卫生组织，他觉得可以接受的是15%。可是我们台湾在十几年前做就是98%，现在一定会有下降，因为你们我们消费者的意识稍微在抬头，有跟医生做商量或是怎样。做这个会阴按摩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要增加会阴。骨盆底会阴的肌肉的韧性，因为它很硬很硬，那我们希望借由按摩把它那个肌肉给它延展性增加，让它比较容易 relax， 那当宝宝要生的时候它不会硬冲下来，会让肌肉跟头先入部做一个比较好的配合，那它延展性好一点的时候就当然就比较不容易裂伤，所以我们是要预防在没有茧的情况下预防会阴部的裂伤，只能说预防哦，不能说100%哦。好，那按摩之前，不管是我先生帮我做还是我自己做，要注意几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把指甲给剪断，因为阴道是黏膜层跟肌肉层，它只要有一点点尖，它就会非常不舒服，所以指甲一定要剪断。好，然后要洗干净，然后要准备的是按摩油，但是那个按摩油呢，注意哈，最好是用天然的、自然的。例如说煮菜的油、橄榄油，那你问我花生油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，还蛮像的。自然的油，煮菜的自然的油。然后再来就是说，不要用什么油呢？我只要强调，不要用婴儿油。婴儿油不好，因为婴儿油里面有一些矿物质，它会一些阻塞我们的一些那个毛细孔之类的哈。所以不要用婴儿油，也不要用粉桶、汽油。这个我想应该是不会的，也可以用维他命 E 油，也可以用自己的那个阴道的分泌物。都准备好了以后，选择一个你可以放松的地方。如果是我自己帮我自己按摩的时候，我通常都是用大拇哥。我们很多书都说两手一起进去，我觉得不切实际。一手先一个大拇哥进去，因为一开始会怕怕。那要进去多深呢？大概1.5到2寸，1寸2.5-4公分，所以大概是3公分到5公分左右。那你就自己去量一下，3到5公分大概是什么距离？那你这个整个就要进去。OK， 如果是我先生帮我做，他千万不能用他的大拇哥，因为他的力道可能会太大。好，他都会用这一只无名指。所以你们看哈，先找一个姿势，其实我可以这样子。那也可以，我在洗澡的时候做啊，我就拿一个板凳，我把脚跨在我的马桶上面，这样手进去也可以。所以就是你们自己看自己喜欢的方式啊。那如果是我用坐的，我后面垫一个枕头，让我自己 relax， 好，然后我自己进去，进去的时候原则上是横的这样进去，这样懂不懂？先横的这样，然后进去以后再快门这样。这样比较好 ，OK。所以一开始是先进去，弄好以后，往肛门口的地方施压 ，hold 住1到2分钟，同一个点，1到2分钟，就是要让那个肌肉把它往下延展性好一点，因为本来很紧，那一开始会有不舒服的感觉是正常的。如果让你很不舒服，我们就先出来暂停，明天再试。然后做的时候会有灼热的感觉，是正常的。我刚刚有没有说有 baby 生出来的时候，你那时候就会有灼热的感觉，就是雷同的感觉。OK， 好，我再讲一遍哈。前面讲的准备的事物就是要剪指甲、洗手、准备润滑油。好，润滑油进去，然后你就先这样子直直的进去，我自己帮我自己按哈，然后再这样往肛门口下面压。hold 住多久？1到2分钟。好，这一点2分钟到了，我就压旁边的点，就是 U 字形，
那我就先转这边，这一点一到两分钟，最基本就是这 U 字型，上面不用，因为它头出来的时候是往下压，所以会裂的是裂这一边，只要把这边的肌肉就可以了。如果两只的话是比较省时间的，因为你想想看，像这样子两边同时，然后再往这一侧，大概三四下就能做到，这样清楚没有？34周开始做，每天做。那你可以选一个你自己可以 relax 的时间，每次大概做10分钟。原则上就是一开始会很不习惯，怪怪的，是正常的。只要没有不舒服，你就可以稍微持续。如果一开始做很不舒服，就是出来再重新，第二天再继续努力就可以了。每一胎不一定，那人跟人之间当然也会不同，所以别人的经验我们参考就好。爸爸帮我做的时候，食指的时候哈，你看，一开始不要两只手一起进，一只手是这样，也是这样进去嘛，然后也是一样往下，试试看，一开始是一只嘛。那如果说真的你要第二只的时候，你可能就是先往上面，然后再从里面再慢慢放。需要放吗？慢慢的，所以你要跟他讲太大力了，小力一点。OK， 可以再大力一点，慢慢的这样，然后再来再缓。到这个。好，先生们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你们回家沟通，看是妈妈自己做，当然别人帮我做，我会比较舒服吧，哈。可是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，期待不一样。对，很重要，非常重要。不管是裂伤有没有裂伤，裂伤的程度都在他的满意范围内，蛮多人这样。